干大想走，做一个。咱们这种人，迟早会被干掉的。我不是江湖上的人。现在你就是江湖上的人。 我再问你一次，谁的枪？我的。斌哥，你开过你吗？斌哥在这里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就是要让他亲自告诉我。我为你做了5年了，这只手成功了。 你自己把自己弄成个折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斌哥回来也不说一声。再弄也是你的了。你若为吧。咱们就不能讲究点儿？对你无情的。那你干啥收留我了？